星期四造成一死七伤的大埔同寿坊夺命火警，35岁姓陈的男死者身份曝光。死者叫 Alien， 是一个潜水爱好者，去年考到教练资格，在香港和菲律宾教潜水。他的 Facebook 有很多很漂亮的水底摄影作品，好像珊瑚、多个海牛、海兔和海马等等。他曾经留言说，我的世界现在除了潜水还有潜水。同居的女朋友 Polly 也是热爱潜水，时不时都会上载和男朋友一起潜水的相，其中一张写着感激我遇见，另一张合照上面就写着2023年都一样爱着你，200年后希望一样是你。相信两个人已经是彼此为终身伴侣，不过一场无情大火将他们阴阳分隔。 Polly 在意外之后在死者的 Facebook 出 post 悼念，赞他是一个大爱的人。不少亲朋好友都纷纷留言表达哀伤怀念。